Hello，我今日要试下呢个产品叫做兴奋啊，我朋友推荐我用噶，佢哋话十日之内咧就会冇晒啲暗粒啦，我试下系咪真系咁劲先啦。佢哋咧就教我倒一个银仔咁嘅份量啦，咁就加少少水，将佢搓到好似乳白色咁样，敷落块面度。我而家敷一半面，我睇下个效果系点样先，佢就会吸收我皮肤里面嗰啲邋遢嘢啦。咦，系、哦，你睇我呢啲位咧，开始啲泡泡咧系化得好快嘅。咁我而家就洗咗，而家嘅感觉系好明显，我呢半边面咧系比冇敷嗰半边面系白咗嘅。啊，当然有啲暗粒呢啲咧，暗疮呢啲好劲，暗疮位仲喺度。我会用佢十日睇下十日之后嘅效果系咪真好似我朋友讲咁样会冇晒啲暗粒啦。Hello， 我而家用呢个兴奋，我系第十日用啦。我咁感觉上我已经系比之前系白咗咯。咁我而家再用一次俾大家睇下，我有啲暗粒问题已经好咗好多，同埋我觉得嗰啲暗疮印咧系淡咗，同埋啲暗疮系谢得好快。洗完面啦，系比我未洗面之前咧又系白咗嘅。咁大家见唔见到咧？皮肤系滑咗咯。感觉上是很舒服，很有弹性。今天我是第十日的用后的感觉，那我之后会再继续用，第二十日之后再分享给大家，看看我到时的皮肤状态是怎样的。 Hello， 我今天是第二十日用这个产品，真的很厉害，我已经忍不住要即刻拍条片给大家看看了。你见不见到啊？我的皮肤呢真的好了很多啊！你看看我啲暗粒系冇晒，同埋我真系我而家化妆系非常之上妆啊！我而家皮肤真系好靓嘅，但系我都再试一次，再用埋呢次俾大家睇下。哇！你哋睇唔睇到啊？我啲皮肤咧而家好似发紧光咁样，好似剥壳鸡蛋咁样啊！哇！我真系觉得呢只嘢真系好劲好劲啊！我真系觉得你哋一定要买，你睇下。我自己真係好滿意咯，即係咁樣嘅產品你哋唔係唔要係嘛？快啲搶啦！興奮興奮，用完之後你一定好似我一樣咁興奮啊！大家記住啦～